語言是人類的溝通工具。通過語言，我們可以交流情感，傳遞訊息，藉此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。而語言其實就好像一個放大鏡咁，可以讓我們窺探到語言和社會、文化、歷史之間的互動。語言是一個有生命力的系統，每一個時代的語言就見證著過去的發展。揀自己的母語做語文研究，你會在裡面找到很多樂趣和驚喜。創造知識，改變未來。